要老的哦，黄牛。是老的，是嫩的。一拿来我就不去超市买。拿着呢。随时拿来就行了。好吧，我随时会拿。拿来到我。我们杀来，他把我打电话没接得到。来来来，杀，不是没有杀过。再要个牛头，还要四个脚脚。四个脚脚，像现在那个家有吗？现在是啥子家呀？现在你给他来。四个包子。你这好多钱一斤哦？好多钱一斤哦？那就是买个是50块钱个。哎，门口那个新月大。我们是江城。你买就好钱斤嘛？忘了。我买过你倒噻。一个是从那卡斯堡个那儿的吗？从那块到那边坐一下。那有点儿。我们在龙门上买的，便宜，脚脚便宜。几块10多块钱斤，就这10块钱斤吧，啊、嗯，也行啦、啊，也行噻，嗯，是这买的10块嘛，9块哟、嗯，他那皮子，那买那皮子也有卖的，都有人在卖。哪有皮子嘛？我买不起皮子，我把那个叫我挑出来，我挑出来的，我把那个削。那有噻。有皮的嘛？啊、嗯，你拿点啥？我个人去买。你过在我们买一张一个在那扫一下都。不扫啊，扫到我拿来直接拿来，别个我买的都是扫好洗好的。扫到洗好的我直接拿来就多大都煮。牛头牛脚，然后还有那牛肉的排骨那儿的。那前头那儿有给他一起讲嘛？前头那儿有个麻豌豆，你去看看噻。十块点灯牌给都灰的，哦，两起的，两起的，哦，两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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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不煮饭，展望哥。今天不煮饭，煮面条。这一段时间都不煮饭了，就是我会蒸饭，不炒菜，煮面条，然后炖个肉。每天就弄点肉，煮点面条。因为做饭现在这个工作不好整，现在做饭这个工作不好做，因为一不小心你就做多了。啊，你说啥子？那有吗？我有。老张，老张。煮面条，煮包面，然后煮，这些都可以。欢迎我刘叔，欢迎刘叔。这个脚痛啊！一问的都是最少的，咋那个事儿？一样的。
霍爷爷今天那个空心菜还有点多，霍爷爷。哎，这样亏的少一点，这样开支少一点，这样不管是电费也好，水费也好啊，气费也好，都要少很多。比方说来个人，现在回来五个我就做五个，等一下不够的我再去做，这样亏的少，倒的少，油也要少费一些。嗯，即使是爱心人士买给我的，然后我也就是如果长期这样浪费的话，然后也亏，是不是嘛？也就像米一样，哪怕是爱心人士买给我的，比方说今天二十个人做吃饭，准备的二十个人，然后突然少了十个，那么这十个人的饭第二天直接吃又不够，再去煮，煮来有时候一不小心又煮不熟的也有，所以说经常会倒饭很麻烦。嗯，二妹，嗯，反正都各干各的嘛。感谢我老虎哥，各干各的。哥哥姐姐们一起点赞，所以这样浪费少一点，我也没那么累。最主要是就打个比方说，哦，退回来了就不给了，收了的收了的收了的，谢谢你了。我昨天都没有看到阳光男孩哥哥整的，我还问我都忘了说。我都忘了说，我是请就是昨天晚上那些柚子啊，今天就吃那个柚子，也给爷爷奶奶们吃，到时候提醒我啊，提醒我。那个牛叔那个香蕉，等一下老人一人发一个好不好，一人发一个，然后后面吃的话再买，幺妹她吃不完那么多，我等一下她吃不完那么多，等一下也那个呢，幺妹等一下看如果她回来的话，我就去接。如果他去他爸爸那里的话，他去他爸爸那里的话，我就去把那个香蕉给他送过去，好不好？感谢我们蓉儿哥，谢谢展望哥的加油呀！感谢我们成熟的男人，你说嘛？你说我做些肉，做些菜，这些菜拿去做，费些气，费些油，最后炒来倒到垃圾桶里面。说实话，可能你们看着还好。我又做又倒着的那一瞬间真的心揪得很，知道不？欢迎我云春阿姨，欢迎成熟的男人，感谢蓉儿，谢谢成熟男人。所以煮面条我回去烧一锅水，煮那一点面，有多就多煮，有少就少煮，这样不浪费。不要喊我回去做饭了，做来没人吃啊。等一下回去多少个点数煮，煮面条要不了多久，等一下就卖到十二点钟，卖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就回去煮锅面条，炒个肉，水烧一个锅烧水，一个锅烧水，一个锅炒肉，炒好之后下面条，一人一碗，打点调料，那样不浪费，汤都没得丢的。下午再去买点大点的碗，一人一个碗啊，一人一个碗，买一点专门吃面条的碗，还是弄个小锅蒸点饭。蒸点饭，如果吃了面条还想吃的就在家。如果确实以后要有这种要做饭的情况时再说。那不一定，就比方说这个对面这个爷爷，那人家中午请他吃大餐，那我不可能就是说逮着他，哦，你今天定了的，你必须要回来吃一餐，不能这样子啊。就我们就跟那个开店是一样的，哥哥姐姐们，只是说我们收米没有不收那么高而已，就老人们爱心人士请收的比较便宜。后面我会买一点好吃一点那个碎碎菜，炒点鸡蛋呐，鸡蛋臊子面还不是要十来块钱，是吧？买了肉已经买了，这样来肉也要弄得少一些，不用那么多。还是要鼓励老人，其实我希望这些老人挑过去卖，不要在这里坐起等着收，就是有爱心人士买他们的菜送给环卫啊，这些还是可以，就我感觉我还是觉得像以前一样带着去那边去卖掉还是好一点，有爱心人士帮又是另外一回事啊，就帮一个你不可能全部帮是吧，
一个帮一个，帮两个，那这一条街都买的话还是有点扎实，买个一天两天好像觉得还好，天天买也不是个办法。其实还是要去满街转，嗯，这也是好事啊。这如果我去卖菜，哪个主播请我去吃馆子，我肯定也亏钱啊。